先来一首歌热身一下，今天天气不刮的，你那也刮没啦？对哦，因为这里很热情，然后在这空间里面这么多人来，有我们的热情在里面不会干。那我们今天来了将近20位的志工哈，那我们这是第一批先过来，待会还有另外一批会陆续进来。那相信我们的这热情会带给大家暖暖的一个冬天。刚刚这首叫《快乐就好》，希望在这个年末还有新春，这段过程中，让大家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让大家快乐快乐的出发，迎向这个新的一年。